今天要向各位介绍这台数位相机，买一台还送一台印表机哟，买到赚到，价钱也是。谢谢您的爱护。我们是22世纪百货公司。拜托你别吓唬人了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真是抱歉啊，今天过来是为了要介绍这一款童话故事体验套装。童话故事体验套装？是的，这组套装可以让您亲身体验故事里的情境。之前出过桃太郎版、葡萄太郎版等不计其数，消费者们都给了我们极高的评价哦。所以这一次，加加，全新推出了辉夜公主版。啊，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把这个童话的种子埋进竹子里就可以了。好像挺有趣的。不行不行，因为22世纪百货公司都是在卖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您这么说实在是误会了，我还是先把东西放在这里，如果您不用的话再退货给我们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那就抱歉大家。好，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请大家赶快抓住时间打电话跟我们订购。现在呢，有哆啦 A 梦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出去的吗？糟糕了，我都忘了要去买头龙烧了。要知道我得赶快去，要不然就赶不上限时特卖了。市面上所有该有的功能全部都有。我看看哦，院子里并没有种竹子。这个也算竹子吗？把它埋进竹子里面。进去了。就是机器人变的，实在很难以置信哎。对呀，乖乖乖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你是个乖孩子哦。该怎么办呢？冰箱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。你这套衣服就先借给我。真是的，哇，好可爱，刚好很合身哎，真的很好看呢，这种感觉就像真的是自己生了女儿一样。还不是因为你说过如果再生一个绝对会是个女孩子嘛。小辉夜真是太好了。是，来，虽然没什么好吃的，还是先吃饭吧。我要开动了。怎么样，你吃的还习惯吗？我觉得很好吃。哎呀，那就好，你就别客气，尽量多吃一点哦。好的。对了，辉夜，我的可乐饼也给你吃好了。哇，我好高兴哦。哦，是吗？你很喜欢啊。爸爸，辉夜公主是我创造的哎。静香，我说大熊，我的衣服请你还给我。刚才真的很抱歉，老实说。他是大熊的朋友吗？初次见面，我的名字叫辉夜。好，我今天就给大熊的家伙特训。特训特训。请问这套衣服、那是？没关系，就借给你穿吧。那真是谢谢你了。那大熊再见。谢谢你，太好了，小辉夜。是啊。喂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你说的是小辉夜吗？是小辉夜啊，我从他身上感觉到命运，你去跟他说我想跟他从朋友开始。我也去。我想想啊，小辉夜说过他想要玩电玩游戏。电玩？对了对了，他也说过想要吃些很好吃的甜点。甜点是吗？如果你们拿好玩的电玩跟很好吃的甜点过来的话，凯蒂会愿意跟你们做朋友的。太
那我马上就拿过来了，先等一下。我亲爱的回忆，古传回忆，我要开动了。慢着，那些铜锣烧全部都给我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不管了，全部都给我。小灰雁，我马上来了。小灰雁，让你小伞啦。家长送给你的礼物。耶，有这么多电玩哎。我觉得光是这些还不够啦。这个是哈尼，这是刚出的最新型的电玩呢。哇，好厉害哦。嘿嘿嘿，伟大小熊，没问题哦。你上次拿童话故事体验套装来用了是不是？没有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觉得他好像很难过？不知道。灰夜公主的故事就是老爷爷在竹丛里面发现灰夜公主，接下来是怎么发展的呢？我想想哦，月圆之夜月亮会过来迎接她，然后灰夜公主就会回到月亮去了。说到月圆之夜就是明天了。如果按照故事内容走，灰夜明天就会你是说小灰雁会回去月亮？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月亮来迎接他，我就会把他们打回去的。那我们就团结起来，一起保护小灰雁。谢谢你们。爸爸，你不用加班吗？女儿现在有危险，哪还能加班啊？你怎么了吗，小灰雁？来了！可恶，好刺眼啊！我绝不会让你们带走灰雁的。奇怪。我的身体动弹不得了，可恶！为什么？哆啦A梦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赶走的道具呢？那个，我想想哦，玩具军队。我想想看，空气炮。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我的身体怎么升级？好了，跟我走吧。小灰雁！小灰雁！各位对我的恩惠，我绝对不会忘记的。小灰雁！灰雁！小灰雁！请收下吧。各位要保重哦。Thank you.
疯掉了。就算回到月亮的世界，也一定会幸福的。他一定会很幸福的。这个我看不懂，哆啦 A 梦，你看一下啦。亲爱的顾客，谢谢您这次的购买，请将此次的货款汇入未来银行的账号中，期待您再一次的惠顾。未来百货公司，事情管叔。谢谢惠顾了。